越秀交通基建啊，1052啊，因為個中期日利咧就係4億6000萬啦，咁啊每股就2毫子啦，咁啊大升就一倍嘅咁樣啦，同埋即係個派息都大家好吸引啦，係啦，咁而家升緊12%嘅，咁啊喵喵就話佢冇貨㗎，而家追唔追得咧？而家追唔追？講真，佢派息真係正嘅，2毫子，講緊中期息都4厘幾，同埋因為佢舊年冇派啊，舊年冇派咧。中期息冇派啦，末期息派少少，所以點解個股價係殘咗好耐㗎啦？咁大家而家就憧憬緊，一來盈轉虧，虧轉盈啦，二來就係話，咦佢個派息似乎去翻以往疫情前嘅水平，因為越秀交通咧係一隻收息股嚟，我之前都有幫襯嘅，但疫情之後就放棄咗啦。咁而家咦好似 pick up 到喎，條數又 OK 喎，咁你話而家買我覺得同頭先只1882差唔多啦。你看住今日均價咯，4.59，四個係啊嗰啲水平。咁你如果穿今日開市價4.5，你就走啦。因為我諗，如果你補得裂口咧，就有排捱嘅。你希望佢棍搏棍咁上，睇下彈得幾高咯。